大家好，欢迎来夜市甜点店，我是 Narako。 上次我们做了一个布丁大对决，日本跟法国的食谱深得大家的喜欢，一次学两道。今天就要隆重推出第二集柠檬塔蒂大对决啊！第一位主厨是强纳布布鲁，他是马卡龙甜点店的主厨，曾经被誉为年度最佳甜点师。哇，这是封大家的口了哦！你还能说难吃吗？他的对手是谁呢？雅克格尼，他在法国巴黎也开了自己的甜点店，被誉为是巧克力跟焦糖的大师。然后他这个柠檬塔也深得大家的喜欢，很多的游记台湾人都会去吃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 bug？ 一个是马卡龙大师，一个是巧克力跟焦糖的大师，但是我们要对决的却是柠檬塔。他们两个这柠檬塔食谱啊，就是人家法国票选前十名的食谱。那为什么没有选其他八个人？因为没有翻译，我要自己重新翻译。马上开始来制作了。我觉得法国人做甜点好像很在意时间，他们都把材料全部放下去，他不会像我这样分次，他们就是首先把奶油放下去。甜塔饼为了让它质地比较均匀，然后不会有断裂的风险，其实他们多数都是用糖粉，然后接下来呢蛋，你看很赶，有够赶，不知道赶什么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杏仁粉。材料放进去之后，我们放一部分的面粉。如果你真的买不到 T 5，你就换成中筋其实也可以。那强纳跟布鲁就是用中筋，就是 T 5来制作。然后接下来一点盐巴。好，我们启动我们的搅拌机，慢速把它拌匀就好了。好，慢速用到均匀，我们就可以下面粉了。好，法国人不要再，他们是不是有日光节约时间？上班时间很短啊。好，我们下第二次面粉，然后也是一样慢速把它打到均匀。是不是很赶着下班了？成团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。我就像这样，它不沾你的手其实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把它放到保鲜膜上。那做这个塔皮，你一定要切记，你是用常温奶油做，你不用冰奶油，你也细哦。主厨会暴怒哦，主厨会大声在打你哦。我们呢就把它稍微拍平哦，让它去冷藏。冷藏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3个小时以上，会比较好赶制。好，那我们要尽量呢。擀到大概0.2到0.3公分，你看它其实是很好擀的。我刚从冰箱拿出来，它其实是很好推。塔皮圈，你只要比它大1寸到2寸之间，你都可以拿来用。圆切模这样，好，好。你看，他们会哭啊。然后我会把它放在中间，尽量把那个直角压出来，然后大拇指千万不能太用力，不然这样子塔皮会比较不均匀。然后我们会这样子斜切这样。转它了哈，我们先把它斜切掉，多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就用叉子哈，一定要戳洞。我们现在是要送塔皮去烤箱，使用的温度是155度，烤15到20分钟。那只要烤到它表皮微微上色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做强纳顿布鲁的柠檬内馅。它的柠檬内馅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做法，就是现在我们要先刨新鲜的柠檬皮屑。这个时候就要刨了哦，不是等到装饰才刨。那就进入我们的刨屑地狱。刨屑要7.5克的皮，你知道7.5克的皮有多重吗？我觉得真的是在做青柠香茶哦。那这样等一下馅不会都在吃皮啊？就谢谢您提出的疑问，等等的步骤会帮您解决这个千古难题。过来，哎呀，不要破我梗，现在才1克哦，观众朋友。7.5克。你要挖贵嘞，一颗1.8颗柠檬皮完成之后，我们现在来榨柠檬汁哦，10克，一颗大概60克啊，那你榨得很干净。以Narako老师你的实力，可以榨出100克，对啊，这什么加口水哦？是，对啊，就大概2颗柠檬大概就是100克。布鲁很猛哎，钻石的布鲁，观众朋友，处理完柠檬皮跟柠檬汁之后啊，精彩的来了，他第一步已经突破天际了，他是柠檬汁。跟柠檬皮一起加热煮煮啊？这不是黄掉啊？谢谢你的提问，我们要把它煮到滚，这个是在炒海菜汤哎，翡翠蛋花汤，加热到啊冒小泡微滚，我们就要停火，然后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要让它浸泡10分钟。把那个柠檬皮的那个粉啊全部抽出来，翠绿色已经不见了，它的粉已经死了。我们首先呢把糖啊跟全蛋液把它混合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刚才已经泡完了10分钟的这个柠檬汁啊，我们要过筛哈。这个就是解决刚刚两位丙级烘焙技术师的疑问啊。哦，一个说满嘴都是柠檬皮怎么的，一个说那么滑。没有，这个时候已经把它全部解决了啊，解决了哈，一定要过筛哦。利用完就抛弃。对，我们就是渣男。他说压一下哈，再压一下。10分钟之后它很降温了，所以我们要再把它煮滚。好，
好、哦，是不是很搞纲？我的妈呀！加热到冒烟之后啊，冲到这个蛋糖液，好、哦，好，质地拌均匀之后啊，要再回锅煮哦。哦，煮这个蛋奶酱、哦、你一定要一直搅拌，不然它很快就会结块。这边要加热到什么状态？粘稠，这只是咻咻。粘稠？什么叫粘稠？对，哎、欸，来，又来又来。好，粘稠的定义哦，就是要粘在你的棒子上。好，那我们过筛。哇，好咻哎，水当当。柠檬酱降温到啊50度左右，我们把常温奶油下下去。趁它还有温度的时候，把奶油融化，但温度也不能太高，因为温度太高啊，那个奶油化成液态，它那个风味跟质地就会不一样。那趁这个温度的时候，赶快把它拌开。这时候男朋友打电话来都不能接哦，约炮也不行哦，明天再约。好，你看，嗨嗨哦，那个奶油下去啊，颜色变得比较淡，但变得非常有光泽。最后就是西式甜点常做的一个绝招啦，就是把它均值。不要发出那么恐怖的声音好不好？怎样？你怎样啦？它快坏掉了。没有没有没事。对嘛，这样比较对嘛。但我告诉你，君子你要君，你要君好，你不要一直拔进拔出，你知道我有什么东西进去吗？空气。哎、欸、对，哎、欸，很有经验，老道，不愧是当爸的人。均值完之后啊，我们用保鲜膜把它敷贴在馅料上面，然后冷藏1个小时，就来进行填馅。塔皮烤好的颜色就像画面像这样子有点上色，然后放凉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来填馅哦。哇，哇，哇哦，哇哦，很好吃啊！我们填到跟塔皮同高啊，把心中那个空缺都填起来哦。填完馅之后啊，我们把它放到冷冻哦，1个小时，让它成型。它上面还有蛋白霜，那是它的精华。刚做的钥匙扣都在开玩笑，等等才是苦力活，好吗？趁柠檬塔在冷冻的时候，我们整理一下厨房。做甜点真的还要洗好多东西呢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你厨艺不练外道，等一下塞入水槽。哎呦，放心啦、啊，我们工作室有新安装这一台阿法智慧厨下厨余机，它会自动进水、自动停水、自动补水，还有涡轮增压，不会堵塞水管。我们刚才做甜点不是伸出很多厨余啊、蛋壳啊、果皮啊，直接丢下去水槽就好了啦。这么霸气？对啊，啊对啊。哇哦！果皮不见了，很干净呢。哎，哇，你不见了，你赢了。太神啦！这怎么高科技？还有阿法智慧厨下厨余机啊，它可以把厨余研磨成0.2公分的细碎颗粒，直接排到污水下水道。重点是它有双层7级的研磨效果，不论是果皮、果核、鸡骨、鸭骨啊、海鲜壳啊、带壳都可以，然后最快15秒内可以完成。它没有利刃设计，你拿东西啊不会刮到手啊。这就是厨下厨余机的本体，它可以自动进水、自动停水，而且自动清洁内家，利用银离子高效抑菌，不用担心发臭问题。它的运作声音非常安静啊，有6重抗噪设计，只有50分贝。像我们装在办公室啊，你不用怕打扰到同事上班；你装在家里，小孩在睡觉，晚上也不怕打扰他休息。妈妈，帮我清一下水槽，清洁开始清了。好，布鲁的柠檬塔在冷冻当中，我们尽快做它上面的装饰。首先第一个要处理的是百香果，啊，真的是又要给我很多的厨余了哦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很 juicy 哎，我们要取出一些百香果汁哦。这个蛋白霜呢，它的材料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刚刚榨出来的新鲜百香果汁，然后蛋白跟一些些的糖，好、哦、让它顺利打发。另外呢，还有这个是柚子汁，接下来这个呢。我从来一辈子也没看过这个材料，这个是柠檬树蜜，柠檬树蜜，柠檬树的花的蜜，哇，这一罐500克，要价1200到1500之间，哇，超贵的，它柠檬塔然后用柠檬树蜜，对，真的很，就是很疯，他要把柠檬这个东西，这个祖宗18代全部聚集在他的食谱里面，柠檬树蜜下了，然后柚子汁下，哇，好香，我的妈。大香了，太香了！这种甜味，这一锅要煮到多少度？120度。那120度，你真的不用紧张。前面还可以先借一下男朋友电话晒个衣服，因为它滚的时候其实大概90到100，它要升到120度还要再2-3分钟。那我们等它滚的时候，我们就来打发蛋白，这个时候是最棒的黄金时间。你只能晃它，你不要去动它。记得准备一个测温针，这个你煮蛋白霜没有这一个，你也就不要想了啦。一定99%会失败。那一是谁？好了，来哦，危险哦。
好，它已经开始要大滚了，所以我们赶快把蛋白放下去。我们用中速打发蛋。煎我，是不是这个女生煎？煎，快点，煎！助手已经被 fire 了，那个助手已经饿死在路边了。我们中速打发蛋，白，太恐怖的，很紧张哎。哇，好滚哦！很滚，然后你就是这个时候滚的时候，你就拿测温箱测一下，然后等它起泡的时候，哈，糖就下哦。你可以试试蛋白可以停手，打到就六，就是失性发泡六分发，你再做那个蛋糕皮的发度就好了。19996，19.6，19.87，好，这个时候把它打快，然后把它沿着锅边放进去。为什么脸要这样？角度不对。35岁了，真的。哦，这锅很烫，你不要开玩笑哦。刚刚120度的高温啊！你在吸什么？你看布鲁的蛋白霜就是这么硬，就是这么 Q。然后我们呢，就是打发到就是它直立尖角肌就好了，50度我们就可以来挤花。哦，它只是个柠檬塔。为什么要叫你要搞缸啊？外婚你哇！就是挤一个花型出来哦，从外面挤出来，然后把中间填满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柠檬塔呢，用235度烤5分钟。哎，一般人可以这么高温吗？不行，那不行，你要喷枪喷它，我救不了大家了，我自身难保。历经了重重困难，完成强辣炖布鲁的蛋白霜柠檬塔。一口蒸汽如果没有把住，我们很容易在某一关就是败下阵来，就是中途而废，打退堂鼓。还有第二道，接下来第二道的是雅克格林的食谱，他的食谱叫做罗勒柠檬塔。罗勒其实跟柠檬的搭配，这亘古之就有了，但我们真的没有做过，我也没有吃过。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食谱有多么精妙，很多台湾人慕名去吃。首先还是继续甜塔比的制作，那有一些重点跟大家讲一下，它一样呢是先把这个奶油、糖粉、杏仁粉啊，都全部给它先丢下去，岂有丢丢妹，今有丢丢拿。它跟刚才第一道的塔皮不一样，它叫做香草夹。是不是这边就开始走向不同的方向呢？好，我们一样把它剖开，它这个用的大概是半根就好了，不要太多哦。香草夹，要命了，要命。好，这个留起来，这个之后可以煮布丁用，好省啊，不能给那个阿法吃哦。啊，一样哦，就把它搅拌成团，打到均匀之后啊，依序加入盐巴。好，这全蛋液啦，最后加这个面粉 T45。那我如果你没有找到 T45，就用低筋。全虾他们没有在分次哦，搅拌成团。他们做塔皮很轻松惬意耶，拌一拌就好喽。好，成团了哦。哇，上面全部做香草纸，感觉塔皮就可以投给他一票哦。塔皮要用保鲜膜压平封起来哦，就冷藏3个小时，我们再来擀，让它松弛一下。松弛过后一样来擀制哦。好，圆切膜，切。做一下型，就我人家说这种做这种真的是国外的事物比较好做，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他的食谱会那么软，会那么油？因为那是他们的天性冷，难怪朋友你不要怪自己。在45度把它多余的切掉，然后最后一样哦，戳洞。我们这个塔皮呢，160度烤15到20分钟，那一样看一下它的成色再出炉 ，Go。我后来才发现啊，台湾天气如果很冷。买不到什么罗勒，这是我毕生功力找到的最后2盆罗勒了哦。阿爸，你用九层塔？不行，这是在养蚕宝宝哦。南口正在做的事情是把罗勒叶切碎，我真的是谢喽，切碎了，切碎了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我们把这拌点砂糖跟鸡蛋哦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把罗勒放进去。很像要炒蛋的，对，好想要煎蛋的。这是什么？看到没有？柠檬汁下下来。怎么办呢？你知道接下来干嘛吗？煮，上锅煮，让我死。接下来这个步骤呢是开火煮到浓稠，一定要拌。来了，差不多我粘稠了。站在半纸上就是粘稠了。来，我们筛看它下面到底是什么颜色，好期待哦，令人期待。我是真的不忍看，观众朋友，我好多叶子哦。很漂亮哎，哦。
降温之后，我们把常温奶油下下去，一样用余温盒把它化开。吓死！哇，超恐怖，完全是另外一个风情哎。对对对，是另外一个。我刚拿个口做，又是另外一个。好啦，那法国人爱君子啊，西式甜点要君子。确实啊，你看 Pia 来我们节目，他每一个都君子，他的君子是常常派来的哎。我们把柠檬线填进我们烤好的塔格当中，跟塔同高就好了。哇！我们把它放到冷冻一个小时，进行最后的装饰，就完成这一道雅克格林的柠檬塔喽。今天也是做两道甜点，锅碗瓢盆跟厨余都超级多，然后好险有我们阿爸智慧厨下厨余机，像我们一周只倒一次垃圾，等于五天倒一次厨余，哎，那厨余都会发臭呢。只要把这厨余打包放冷冻，啊，有时候会觉得占空间，而且又不是很卫生。哎，现在我们吃完中餐啊，做完甜点，就可以连同这些锅碗瓢盆，哎，放在洗手槽一次处理干净，不是很轻松吗？而且一些难以对付的厨余啊，吼、哦、也没有问题。我们马上实测给大家看看。我们首先要来实测的是玉米梗，这么硬，吼、哦，要打到头会起包的啊！玉米梗啊，观众朋友，玉米梗。好，玉米梗感觉很难对付，大概花了一分钟，吼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实测效果怎么样吧。清洁溜溜，全部消失在你的眼界当中，厨余桶终于不用定东定西了。我们是在压力测试吗？下一个感觉很猛哎、欸，是这个猪骨哎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给我吃干净，还有软骨。好啊，要这样是不是？来啊，来啊。请问餐厅是有在卖爆米花吗？来看一下哦、喔、，Magic。Magic 没有了，牙齿咬不断，那牙齿咬了牙齿会受伤，还是可以处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压力测试真的是做对了，但是还是请大家要看那个使用说明，有一些太大的骨头，像是肋排啊、猪肋排、羊肋排就尽量不要。好，那它呢，其实呢安装在厨下，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美观，因为它的外形呢其实非常的时尚，同时加装净水器摆在一起也 OK。如果对这台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详细看一下我们的影片资讯栏。好的，那比赛总是要有个输赢啦。我们已经做完两个柠檬塔了，那我们请到六位评审委员都是挑准的货哈，再吃第二个。我觉得两个都颇具深意耶。嗯，为什么你说话大声？我说我觉得比你的那个柠檬塔好吃。真的吗？我的作品呢？比柠檬塔好吃。两个都很细致，然后。都有想要各自表达的含义啊，可以感受得到，很难选，很难选。我不同风情，好，我投。好，那造就你手上又来这一招。甜点师手上是什么？剩下的，所以我没投的是。你投给罗乐。对，那你要公布了吗？柠檬塔的举手，你们三个，你们三个，你们三个，劳方的味道就是罗，就是蛋白霜柠檬塔，因为劳方生活太苦，要吃甜一点的。然后我们资方就是受尽人生的折磨，还是比较喜欢吃酸感重一点。罗勒这个香味跟甜味，它把柠檬塔本身延续的酸气终止了，变成嘴巴留下的是草本的清香，很厉害。这个罗勒方是有重点，它是很典雅和内敛。嗯嗯。我们这个需要有在江湖历练过的人才吃得懂吧？他年轻喜欢一点多一点，对，多一点刺激。那还有另一个、啊，我不喜欢百香果，那才一点点。但蛋白霜柠檬塔它是蛋白霜的味道层次很多变啊，入口之后那个蛋白霜很绵密，让这个塔的口感跟香气还有它的味道都很多变化。但是其实可能是蛋白霜的问题有点太甜了，是香气跟味道比较多。哦，层次很丰富哦，你很喜欢这种多变的啦，你就难怪被渣男骗，渣男的招式就很多。T45 面粉真的有差，有差。这个蛋白霜的塔皮比较硬，因为它是 T45 做的，对，还有饼干。柠檬塔法国 No.1 大赛居然是以平手作结，哦，真是万万想不到，所以两道都非常精妙，而且符合我们的团队的口味。我觉得两道大家真的可以动手做看看，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先从罗勒柠檬塔开始做，因为另外一个 No.1 柠檬塔费时旷日费时，好不好？
好，不知道我们下一次的又会拉谁进来做对决呢？酒是要对决。哎，没有，今天每个礼拜四、每个礼拜天，应该是我们下次再做咯，拜拜。哎，是方明，不是，他是哎，在这边，对不起，用着我，对不起你。哇，暴怒哎，砰！直接浪费我。讲清楚，压榨员工还乱压榨。